处时刻都在人类中间，时刻与万物与人类对话，天天都有新的作为，新的作为，天天都有新的作为。他的诗句，他的心情，在他与人类对话的同时发表出来，心思与意念在他的作为中表露无遗，他时刻都陪伴观看着人类，他用他无声的语言静静地告诉万物，人类，身在天宇之上，身在万物其间，身在守候，身在等待，身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身对人类真实的牵挂与爱，在他拯救你你围城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表达出来，尤其是耶和华神，尤其是耶和华神，与约拿的几句对话，与约拿的几句更将造物主对他亲手造的人类的怜惜之情完全流露出来，再一次你便会深刻地体会到真情实意。尤其是耶和华神与约拿的几句对话，与约拿的几句对话，更像造物主对他亲手造的人类
出来，再一次你变回深刻的体会到神的眼泪那真情是神在守候，神在守候。